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姚雪松。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财经头条继续我们的年终经济观察。随着中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的揭晓，这两天呢，多个分项成绩单也陆续出炉。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资委分别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用电、税收等领域的经济运行数据。那么具体成绩如何呢？来看报道。用电量常被看作是宏观经济运行走势的风向标。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量同比增长3.3%，全国全社会用电量3.4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三产和居民生活用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7846亿元，同比增长3.4%，得益于减税降费的政策效应。上半年国内增值税35570亿元，企业所得税25199亿元，同比增幅较去年同期均有回落，个人所得税同比降幅则超过30%。企业所得税主要受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减税政策影响，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30.6%，主要是去年个人所得税提高起征点、调整税率的政策翘尾和今年增加6项附加扣除的减税效应叠加示范。国资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9%，累计实现净利润7037.7亿元，同比增长8.6%。上半年中央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是9695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8%。税费贡献呢也在持续提高。上半年中央企业上交税费是1.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7%。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发推特称，中国第二季度的增长是27年来最慢的，成千上万的企业正在离开中国，因此中方非常希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这完全是误导，中国经济稳中有进，符合国际预期。耿爽指出，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取得6.3%的增长，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也是领先的。中国本来可以采取强刺激措施来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但我没有这么做。我们致力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致力于通过改革创新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来保持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以上。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对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都是好事。美方所谓的因为经济放缓，中国迫切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完全是误导。达成经贸协议绝不是中方单方面的诉求，美方也有这个需求。美国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广大消费者强烈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强烈反对贸易战，这种声音就足以说明一切。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6.3%的增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继续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中国经济纵深谈》，来聚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广东佛山顺德是以制造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大区，培育了家电、机械装备等产值超过2000亿元的产业集群。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之下，当时的顺德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形成了不少村级工业园。然而，伴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曾经为顺德经济发展打下基础的村级工业园，因为布局散、产出低、污染重等问题，逐渐地成为了阻碍。那么，如何对村级工业园进行现代化改造、创新发展模式，
村改是块硬骨头，顺德又是如何着手的呢？顺德有382个村级工业园，用地面积13.5万亩，占已投产工业用地的70%，但是产出仅占顺德工业总产值的27%。当地发现再发展没有空间，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土地了。找到了根源，顺德从去年开始对村级工业园进行了大规模升级改造，在土地属性变更、行政审批、新工业园定位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突破。这是顺德龙江镇的仙塘村，一个定位于智能家居和高端装备制造的现代化工业园正在建设。这块地是股份社的，政府去挂账收储，去以政府的名义拿到公开去拍卖这块土地，最后所有的收益是村里面的村集体的，每股的村民啊，他都会分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政府没有参与分配。村民赖伟民原来长期在外打工，最近村里的工业园改造让他有了一笔新收入，也有了新的就业机会。我南国，应该翻两番吧，我估计的，现在发展好嘛。都回来了，说的话在这里搞这个工人，我在这里找这个工作也比较容易嘛。一系列的改革也让很多企业看到了发展的机遇。建一个几百亩的这么一种物联网的产业园，这么一个方式来的，正在谈方案。村级公园的改造的话，可以去催生这么一个升级改造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措施来着。那这样也可以极大的去提高产业的升级换代。未来几年，顺德原有的382个村级工业园将改造成50个现代化的主题工业园，主要定位于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家具等重点产业群。我们看到大规模的村级工业园改造，不仅仅是给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给当地生态建设腾出了空间。宜业宜居正在成为顺德再发展的新路径。在顺德伦教北海一块拆迁的工业园已经被复垦成一片绿地，沿河的一家化肥厂正在拆除，未来沿河一带将建成一座生态公园。村民梁锦涛每次上下班都要经过此地，往常都要忍受这一带的臭味怪味，现在这些烦恼都没有了。这以前呢是一个饲料厂，还有呢就是一些化肥厂也在这边。我们经常上班呢或者下班也经常闻到很大的臭味。现在呢改造成这样的绿地啊，搞到我们那个环境都很好。顺德恒鼎工业园是从村级工业园原址上改造升级的新型工业园，原村级工业园中26家电镀企业占地268亩，改造后标准化的厂房建筑仅需65亩土地便可完全容纳原有企业。因为我们现在搬迁进来的时候呢，就只是把设备安装，就相当于现在就是我们那种在装修的那种公寓一样，拎包入住就可以了。整个园区统一配有污水和废气集中处理区，大大提升了园区和周边环境。搬到新的工业园后，王敏的企业环保达标，成本降低，产品质量也有了提升，来自大企业的订单也多了很多。村级工业园改造也大大提升了园区的产出比。村级工业园改造成功，我们顺德当从产业上来讲，可以再造几个顺德的空间。7月15号的晚上，上海市公安局侦破了一起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案件，廖某强等8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事实上，廖某强正是曾经的证券节目主持人廖英强。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当节目的主持人，然后呢嘉宾都是由他请的，他会跟嘉宾说你今天晚上有什么股票要吹吗或者要推吗，然后如果嘉宾不从，他说没有，对不起，今天晚上你别来了，我再换一个嘉宾。然后有嘉宾跟他说今天晚上我推什么股票 OK， 今天晚上你来狠狠的吹，然后我先买完了以后呢第二天集合竞价呢他就卖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割韭菜，抢帽子割韭菜。然后呢散户呢因为他名气响嘛，大家趋之若鹜。郑民认为廖英强的手段并不新鲜，廖英强的公司出售一款炒股软件，宣称能够帮股民抓住涨停股，
但该公司并没有销售此类软件的资质，投资者按推荐购买后不断亏钱，于是控告这家公司欺诈。他卖软件是一个幌子，最重要的是收会员费。比如说你进来一年交五万块钱，交五万块钱你不是赔了吗？赔了怎么办呢？没关系，你这是初级会员啊，然后我们有高级会员，更高级的老师带你，二十万干不干？二十万把你之前的本金全部赢回来，还能翻倍。二十万你又赔了怎么办？没关系，100万继续干，白金会员、VIP 会员、钻钻石会员，各种会员轮流上，哎，真的会有股民上当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廖英强非法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非法获利金额巨大。目前，廖英强等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廖英强实际控制的这家千和益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现在的经营情况究竟怎么样了？我们的记者在今天下午也前往该公司进行了探访。我现在呢正在上海千和益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的门口，然后这家公司呢它的大股东是廖英强，持股85%，也就是近日呢上海警方通报的关于涉嫌非法经营的这家公司。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门内呢其实前台是没有人的，那么我在这栋大厦的楼下登记处呢也碰到了他们的一两位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他们目前呢其实已经暂停财经节目的录制了，但是公司呢还是正常经营的。然后我上来呢也是看到前台其实有几位工作人员正在探讨了什么事情，但是看见记者来了呢他们就表示要拒绝接受采访，表示公司其实还是在正常经营。那从这个公司的官网来看呢，现在已经表明说暂停相关的节目的录制了，但是仍在经营中。然后我也看到他们那个官网上呢有销售大量的一些收费的一些课程，包括一些证券的点评和一些投资的一些方法。记者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廖英强实际控制的另一家公司爱操盘上海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营业执照中写明的经营范围都是信息及软件技术的咨询，同时明确写着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值得注意的是，爱操盘上海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不是廖英强，而是一名1991年出生的男子田某，在天眼查上显示田某拥有3家公司。事实上啊，早在一年前，廖英强在资本市场上就有了一段黑历史。2018年5月6号，廖英强就因操纵股票被证监会开出了1.29亿元的天价罚单。2018年7月2号，股市黑嘴廖英强因为未缴纳罚款被证监会列入资本市场的老赖名单。2018年，时任某证券节目主持人的廖英强利用其影响力，在网络上公开评价推荐股票，在推荐前先行建仓，在建股后的下午或第二天集中卖出，非法获取巨额私利。2018年5月6号，中国证监会决定没收廖英强违法所得4310万元，并处8620万元罚款，总计金额达到1.29亿元。随后，廖英强则在网络上回应称，自己有钱交罚款，处罚相当于花1亿多给自己做了个广告。证监会对此表示，廖英强在法律面前不知敬畏，反而借机炒作，是对市场各方底线的挑衅。在随后的一年里，廖英强依然不知悔改，又非法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非法获利金额巨大。我觉得，作为公众人物，还是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吧。如果市场持续这个状态的话，其实对于一些初级的基础投资人，广大的民众群体还是不公平的。如果按上学来说，这算作弊嘛？所以还是应该维持一个市场的公正性、公平性嘛。对此，专家也提醒投资者，股市投资有风险，赚钱不能过于急功近利。如果他有这么好的一套软件，他自己每天能装到涨停盘，他为什么要卖给你？他这不是摇钱树吗？自己关起门来偷偷的摇钱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冒着这个违法的风险来卖这套软件？近日，深圳不再公布官方楼市成交均价的消息引发市场的热议。在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上，深圳的一手、二手房的数据最后一次更新停留在4月24号，也就是说，深圳房价的数据已经3个月没有更新了。
那么深圳不再公布房价的数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据了解，今年四月深圳机构改革后，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入口由原深圳市规土委官网改为深圳市住建局官网。此后，该平台不再公布新房的成交均价、成交总金额等具体信息，市民可通过国家统计局数据了解当地房价。它这个测算的依据也是我们实际成交的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信息，相对是比较准确、比较权威的。对此，部分深圳市民表示，作为意向购房者，希望有更多的官方信息来完善自己的判断。那如果没有这个信息来源出来的话，我担心买的房子会被偏贵。业内人士表示，作为土地严重匮乏的城市，深圳每年住房量供应量不是特别大，如果中心城区楼市成交量大，就会带动整体均价出现较大幅度上涨，而非中心城区新盘集中上市又会拉低整体均价，这种波动会造成深圳房价失真。因此，深圳不公布房价是为了降低公众对于楼市价格的关注度，让楼市更均衡发展。所以它的价格呢，每个月出现的这个波动性就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就不能真实反映这个整个一手房的数据。这是一方面哈，其实背后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房租不炒的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就希望大家不要从每个月的紧盯着这个房价的这样一个数据来去决定自己的投资和这样的行为。其实对于我们中介行业相对影响还不算特别大，万一就是我们的一个一手房均价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波动，其实一般的消费者是不容易去知道内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的，所以不公布也有不公布的好处。事实上，深圳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再公布房价的一线城市。2018年8月份，广州市官方平台阳光家园网就已经不再公布楼市成交均价。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随着更多城市进入存量房市场，还会有更多不再披露新房均价的城市。今天，特斯拉再次宣布调整旗下多款车型的售价，其中部分长续航版本车型的价格下降了近3万元，而一些加速性能版本的车型则是上调了3.5万元。今天，特斯拉相关负责人就在华销售的多款车型价格再次出现调整时表示，对于交过定金没有提车的客户，可以按照新的价格来购买。今天，特斯拉在官网发布调价信息，显示在华销售的多款车型出现下调，其中进口版 Model 3标准续航升级版由之前的37.7万元下降至35.59万元，成为在售的最低价格的进口特斯拉车型。此前，特斯拉已多次下调过车价，一方面是与汇率和关税直接挂钩，另一方面是由于产量扩大，成本降低。对于在降价前已经交了定金的消费者，特斯拉相关负责人表示，最终付款以调价后的金额支付。如果是已经交过定金但是还没有提车的客户，他是可以选择就是按照这个我们新的这个价格来做的。记者了解到，特斯拉国产化落地正在加速推进，上海工厂的工程建设已经基本完成，进入到生产设备安装阶段，部分已招聘员工开始调入并进行培训，预计年底前可试产。至于特斯拉在中国量产后价格会否再下降，目前尚未有回应。临港工厂呢，现在确定的是我将来在中国生产的是标准续航增强版的 Model 3，我们预计是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实现我们产品的这个生产和下线。在将来呢，它还会生产 Model Y， 在全球都还没有推出。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18号，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中部和东南部、江汉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陕西、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在今明两天，西藏、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昨天晚上6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内蒙古、黑龙江、西藏、青海、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请各地一定要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主汛期以来呢，长江流域持续发生强降雨的过程，沿江各省市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据统计，7月3号到15号，长江流域共有76条河流、129站
发生超警及以上洪水，长江中下游和河湖水位居高不下，汛情最紧张的洞庭湖流域湘江全线超警，衡阳站、湘潭站超保证水位。目前洞庭湖出口控制站、七里山站已经出现最高水位，洪水正在往下游推进，干流汉口站水位将持续缓慢上涨，湖口站和九江站洪水将会持续上涨至17号左右，届时最大超警幅度将在1米左右。另外，7月15号傍晚至夜间，重庆市西部大部地区普降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那么，受短时暴雨的影响，重庆主城多地出现了严重积水，交通受阻。其中，沙坪坝地区的积水最深处呢超过了1米。那么，在今天，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景区采取了临时关闭措施。15号傍晚6点多开始，重庆沙坪坝、九龙坡、合川等6个区县出现暴雨天气，其中沙坪坝出现大暴雨，最大雨量109.0毫米。由于突降暴雨，重庆市主城多处路面出现严重积水，导致交通受阻。其中沙坪坝区鱼背路南开下川道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一辆公交车在鱼背路南开下川道抛锚滞留隧道出口被水浸泡，导致路面交通完全中断，从而致使多条道路无法正常通行。当地交巡警立即联系救援车辆，及时拖移故障公交车，并联系市政部门加强排水。另外，记者在九龙坡区冶金路看到，沿线门面积水严重，摆放在低处的商品货物不同程度受损，商户们忙着舀水拖地。家那些都全部糟了。消防官兵接警后赶到现场，对被淹的门面逐一进行排水，同时打开排水沟，并用竹编的箩筐临时制作了一个过滤装置来保证抽水泵正常工作。经过3个小时的努力，门面积水终于全部排出。此外，受暴雨影响，歌乐山景区出现山洪，道路严重积水，导致部分旅游设施受损。重庆红岩连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发布通告，歌乐山景区参观接待设施受损，无法对外开放，于7月16号起实施场馆封闭整修和环境清理。整修清理期间，白公馆、松林坡、梅园、渣滓洞等景区暂停对外开放。去年7月30号的晚上，杭州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件，一名女子穿拖鞋驾车失控，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昨天，西湖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宣判。这是事发当晚监控拍下的现场画面，不难看出肇事车辆通过路口时速度非常快。当时被告人陈某在行驶到西湖区文二西路靖州路口时，车辆失控，先后撞上了路口非机动车道上的遮阳棚、路口由西向北左转弯的小型轿车尾部，以及路口西南角正在此处等候通行的秦某等10人。最终，肇事车辆在冲撞过程中向右侧翻倒，并在受到路边围墙阻拦后停下。事故现场一片狼藉，到处是被撞翻的遮阳棚碎片和树木，连马路旁的一棵大树也被连根拔起。事故造成秦某等5人死亡，蔡某等4人轻伤，罗某等3人轻微伤，石某等4人受伤但未达轻微伤。法院审理查明，事发时被告人陈某穿拖鞋驾驶小型越野客车，左转弯过程中因违反向左转弯时靠路口中心点左侧转弯的规定，转弯弧度过小，导致车辆左侧前后轮先后驶上道路中央分隔带端部原石。陈某在处置过程中又因慌张错将油门踏板当作制动踏板连续使用，致使车辆在左转弯后沿靖州路由北向南行驶的过程中持续加速，最终酿成惨剧。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同时，法院判决认为，陈某交通肇事致5人死亡、4人轻伤、3人轻微伤和多人受伤及财产损失，属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依法应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陈某有自首情节，案发后通过亲属积极赔偿，取得绝大多数被害方的谅解，有悔改表现，对公诉机关及辩护人提出对陈某酌情从宽处罚的相关意见予以采纳。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6年。印尼巴厘岛西南部海域，当地时间今天早晨发生了里氏6.0级地震，震源深度68公里。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也没有发布海啸预警。震中附近区域一些建筑受损。地震发生后，距震中较近县市和岛屿有轻微震感，部分建筑的屋顶和墙体出现裂缝。巴厘岛的部分居民以及当地游客，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跑到室外躲避。We're in the resort when we're quite quick. It was a bit scary, but first for us, but yeah, very, very different. So, was it high? Was the rating high? Was it a 5, 6 or? 印尼政府提醒巴厘岛和附近地区居民注意安全，远离墙体破裂的房屋和建筑物，防止余震造成二次伤害。本月14号，印尼北马鲁古省南哈马黑拉县发生7.2级地震，造成至少2人死亡，2000多人紧急撤离。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在白宫召开了记者会，说财政部对社交媒体脸书公司计划发行加密货币天秤币深表担忧，因为加密货币可能会被洗钱者和恐怖主义活动资助者所利用。姆努钦表示，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被用于支持网络犯罪、逃税、敲诈勒索、开发勒索软件、贩毒、贩卖人口等违法行为，这确实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Treasury has been very clear to Facebook, Bitcoin users, and other providers of digital financial services that they must implement the same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ing financing of terrorism.Known as AML CFT safeguards as tradi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姆努钦还表示，加密货币交易商和美国任何一家银行一样，都要接受政府的合规检查。美财政部将以最高标准监管比特币和 Libra 等加密货币，国际社会也应制定相关法规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脸书 Libra 项目负责人戴维·马库斯将于当地时间16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就 Libra 相关问题作证。马库斯在预先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表示，只有在完全解决监管部门关切并获得适当许可之后，脸书才会推出 Libra。我们来关注热带风暴巴里。美国安全和环境执法局近日表示，热带风暴巴里来袭，导致美国在墨西哥湾地区的原油产量锐减73%。飓风巴里13号在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后减弱为热带风暴，但继续给多个州带去强降雨以及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15号表示，巴里已经给路易斯安那州部分地区带来超过300毫米的降雨量。巴里目前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向北移动，美国密西西比州大部分地区以及阿肯色州、德克萨斯州、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都受到影响，其中在密西西比州多地遭遇洪涝灾害。受到巴里的影响，美国安全和环境执法局表示，墨西哥湾美国部分原油产量削减了近73%，相当于每天138万桶原油。此外，工作人员已经从283个生产平台撤离，占墨西哥湾美国载人生产平台的42.3%。美国当局还表示，墨西哥湾北部的天然气产量也下降了62%。目前，多家原油生产企业已经陆续开始着手恢复生产。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15号宣布，为纪念英国已故著名数学家艾伦·图灵在计算机领域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将在新版50英镑纸币上使用他的肖像。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表示，图灵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战争英雄，被誉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他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His work prefigured the neural networks that are used today in applications such as cancer diagnosis, self-driving car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and will be used in yet undiscovered technologies of tomorrow. 艾伦·图灵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诸多贡献，提出了一种用于判定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试验方法，即图灵试验。至今，每年都有试验的比赛。
此外，图灵提出的著名的图灵机模型为现代计算机的逻辑工作方式奠定了基础。2018年，英格兰银行决定在新版50英镑纸币上使用科学领域突出贡献者肖像，并由公众进行提名。随后，从公众提名的900多个符合条件的人物中，挑选出12名候选人。据悉，新版50英镑纸币预计将于2021年年底前开始流通。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6月中国运输生产指数，其中客运指数为169.8点，同比增长4.1%，货运指数为176.3点，连续3个月保持在5%左右的增长。我国6月运输生产继续保持在较快增长区间。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从明年起将按新版车型分类标准收取高速公路通行费。1类和2类客车分类界限值由核定载人数7人修订为9人，各类货车均按照总轴数、车长和最大允许总质量进行车型分类，缴纳车辆通行费。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7月中下旬全国空气质量预报，本月中下旬，华南、西南区域大部和东北区域北部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轻度污染。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西北区域大部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局部地区可能出现臭氧中度污染。近日，我国10大淡水湖之一的新疆阿勒泰的乌伦古湖迎来游客高峰，每日接待游客均超过5000人次。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乌伦古湖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以上。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一艘从韩国仁川港出发驶往中国秦皇岛的渡轮突发火灾，所幸灭火及时，事故并未造成伤亡。事发时，渡轮上有约150名乘客和50名船员，已经被韩国海警船转移到仁川港。据印度消防部门透露，孟买今天发生的多层楼房倒塌事故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之前的消息显示，已有5人获救，被困人数可能超过30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之中。强征劳工索赔案，韩国原告方今天表示，由于三菱重工方面在最后期限，也就是本月15号前，没有同意与原告方展开赔偿磋商，因此已于近期向法院申请变卖已被扣押的三菱重工资产，变卖所得将作为赔偿金，赔偿给案件原告方。菲律宾卫生部15号称，今年1月1号到6月29号，菲律宾全国有超过10.6万人确认感染登革热，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5%，至少有450人因感染登革热死亡。15号，在法国科西嘉岛巴斯蒂亚市海岸外，出现了巨大的水龙卷。一段网络视频记录下了这震撼的一幕。水龙卷俗称龙吸水，是偶尔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的龙卷风。在南非大草原，一只小象掉入一个泥坑中不能自拔，它的呼救很快引起了象群的关注，几头成年大象迅速围了过来，其中一头大象不停地用长长的鼻子把小象往外拉，在努力了几次后，成功把小象从泥坑中救了出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的资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最近啊，夜经济成为了很多城市的新名片。这两天，上海呢也推出了首批24小时电影院，不打烊的影院、餐厅和书店，为人们的夜生活增添了更多的色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夜经济的魅力。好，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